店员问：“你是艺人吗？”男星神回：“网笑翻，幽默没架子。”路人野生捕获年过六旬的资深男星廖俊，面对民众拿手机拍摄，一派轻松，还可以幽默一对。网友笑说：“反应快又亲切。”林姓网友昨在脸书不公开社团报废公社上传一段影片，店员捕获野生廖俊，手机录音且问：“你是艺人吗？”廖俊妙回：“我花生搞笑细胞浑然天成。”店员接着说：“难怪你很面熟，还好我没认错。”因没问到想买的东西，转身离去，还说：“谢谢啦。”网友大赞风趣，这才是真幽默呀，好可爱，反应好快的廖哥，小学都在看《十宫奇案》，很乡土的幽默，超有亲切感。